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明明自己每天都在拍影片、剪影片、上字幕、去回复留言、想新的主题，但是抬起头一看，频道虽然在成长，但是收入却没有变化。那种做很多，但是好像没有前进的感觉，我太熟悉了。以前我也是这样，一个人做影片，一个人企划，没时间、没预算，也没有方向。直到我学会用 AI 工具把整个流程系统化，才真正把频道变成一个可以稳定带来收入的事业。这期影片我就要和你分享我现在用的 AI 创作以及经营系统，如何让你一个人也能够像一个团队一样运作。Hello, Grayson， 这频道将分享给你YouTube频道运营以及流量变现的技巧。我每周都会分享3部影片，帮助你少走弯路，随大记得订阅频道。很多人把 YouTube 当成是一个拍影片的平台，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流量入口。影片带来观众，观众带来信任，而信任才是真正能够转化成收入的关键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是停留在上传影片这一步，那么你就错过了真正能够把你频道变成事业的机会。而如果你要让这整个过程就顺利运作，那么你就需要去同时扮演导演、剪辑师、行销、设计、企划。光是想到这些就让我很头痛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开始去研究怎么用 AI 工具让我整个的创作以及经营的过程系统化。我在后来设计了一个 AI 的创作系统流程，首先就是找灵感和策划。我会使用 ChatGPT 来帮助我分析观众的问题，来找到观众真正感兴趣的话题。比如我通常会输入给我5个与 YouTube 频道成长或者内容变现相关的主题，能够引发新手共鸣的，这样我就能够去快速找到方向，而不是乱拍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撰写影片脚本。我还是会借助 ChatGPT 来帮助我去生成脚本架构，但是呢，我不会完全依赖它，我会根据我自己的语气进行调整。我用 AI 来帮助我打底，然后呢，我加上自己的情绪还有故事，这样我写影片脚本的效率呢就大大提高了。接着第三步呢，就是视觉设计。那我会使用 Canva 的 AI 来帮助我辅助的去设计影片的封面，特别是 Canva AI 的去除背景的功能以及抓取元素的功能真的非常好用。接着呢，就是剪辑和上架了。我也使用 AutoCut 这个 AI 工具，快速的去帮助我去除掉影片里面没有说话的片段，这样呢就极大的减少我初剪的时间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推广行销了。这部分呢，原本我是花最多时间的，因为呢，我要花时间去写贴文、去写电子报，以及呢安排发布。所以呢，我会再使用 AI 工具来帮助我去生成内容文案，以及呢设计贴文。使用这一套 AI 工具的流程呢，让我能够去稳定的一周更新3部影片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去推出一些数位产品、数位服务，做一些行销活动。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当使用的 AI 工具越来越多，我反而是被效率困住了。我需要同时去使用5到6个 AI 工具，去输入不同的提示，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去整理出结果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在创作，而是在管理 AI 工具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说有一个 AI 工具能够去整合这整个流程，让我在同一个地方能够去完成所有的内容、行销以及策略，那该多好。直到最近，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能够去把这整个流程整合到一起的 AI 工具 Central AI。 我一开始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去研究它，但结果我发现当我真的使用了，真的能够去帮助我节省不少的时间。现在我已经把很多的工作都搬运到了这平台上面了。它的概念是很特别的， Central AI 呢，它不是单一的 AI， 而是呢像一个虚拟的 AI 团队。它里面会有12个角色不同的 AI 助理，每一位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。像是 Buddy， 他能够去帮助你去规划商业拓展与合作策略。收起他的专长呢是社群媒体内容还有互动，能够帮助你去制定贴文策略。 Comet， 他能够去帮助你去建立网站还有网页的内容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角色的时候呢，我其实还真的挺惊讶的，因为他几乎涵盖了经营一个线上事业所需要的所有角色，行销、内容、数据、销售，甚至是客服。你不需要记住他们所有的名字，你只要知道 Central AI 就像是一个完整的 AI 公司，帮你整合从创作、行销再到品牌经营的所有过程。而我现在使用的最多的是这几位。 Pen， 它能够去帮助我去构思影片的主题，去生成影片的脚本。比如说最近我在想制作一期影片专门介绍 Central AI， 所以呢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，让他来帮助我去找到方向，最后呢确定影片的结构。对了， Central AI 呢，它是完全支持中文
文的，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。 Soshi 它能够去帮助我去设计贴文、行销活动以及呢邮件内容。 Buddy 它能够去协助我去分析产品的定位还有策略。就像我最近在准备我创意联盟社群的 2.0 版本的上线推广，就请了 Buddy 来帮助我去做出了整个行销的规划。还有 Xiaomi 它能够去帮助我去规划整个贴文的排程，甚至呢建议我最佳的发布时间。以前呢我是需要用到好几个 AI 工具才能够帮助我去完成这些任务的，现在呢只要在新传 AI 里面就能够一次搞定。我只需要去输入一个目标，比如说帮我规划一个推广新影片的行销计划，它就会协同几名助理来帮助我一起整合最后的结果。从贴文、 email、 标题这样的内容都帮我准备好。对我来说，新传 AI 它不只是一个工具，而是说能够去帮助我运转事业的虚拟团队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些 AI 助理听起来很酷，但是真的能够去帮助我赚到钱吗？答案是可以的，而且呢是比你想象中要快的。假设说你是一名 YouTuber， 你现在想要去推出一款线上的课程或者说数位产品，在过去你可能需要有几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做完，想要去写行销文案，去做推广的页面，再写邮件，设计社群贴文。但现在你使用了 Central AI， 就几乎只需要用到这一个工具就能够去完成这整个流程了。你可以使用 Soshi 或者是 Amy 来帮助你去设计这整个的行销活动，包括贴文内容、宣传文案、邮件序列以及呢影片描述等等。你用 Buddy 搭配 Mili 来帮助你去设定产品的定位以及呢销售策略。你用 Pen 来帮助你去延伸内容，让一支影片可以变成整个系列的贴文或者是行销素材。而如果你想让观众去立即行动去购买去注册，你还能用 Comment 一键生成你的销售页。换句话说， AI 工具帮助你从内容创作一路延伸到了行销、销售以及转化，真正做到了一人公司能够完成的事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Central AI 不是单纯的 AI 工具，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虚拟团队，你负责创意还有决策，而它来负责执行还有规划，让你整个事业运转起来。我知道有很多人看到这里就会觉得 Grayson 我看到这里了，觉得你说的都很不错很厉害，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会。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不需要一次性的就成为专家，你只需要去开始行动起来，去开始使用这个 AI 工具，把你最花时间最重复的工作交给他，你就会发现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、去学习、去研究。这也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改变，我不再是每天被剪辑文案推广压着喘不过气了。 AI 帮助我重新夺回了时间，而这些时间来帮助我真正的获得了成长。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我用它来建立产品、建立课程、建立我的会员社群，去发展我的长期收入。但这些呢都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，但从第一个 AI 工具开始，我就发现了我整个的工作流程、工作模式都改变了。如果你也想让你创作更加有系统，或者说你想让 AI 来帮助你去更好的经营的 YouTube 事业，那么我是非常推荐你去尝试一下 Central AI 的。我在影片下方放了专属的链接以及专属的折扣码，你能够去获得 65% 的折扣，你可以去注册体验看看。如果说你不满意，14天之内都是能够全额退款的，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AI 团队来帮助你去完成内容创作以及行销的效率。而如果你想看 AI 实际创作的完整流程，我希望你去看这期影片，这期影片里面我会介绍 Alice 最新的 AI 工具，能够让你输入一句话就能够去快速生成完整的影片，非常震撼，你可以现在就点击观看。